感谢菜鸡徐启乾坤送的粉丝牌，你 ID 成分 ，ID 成分有点重啊，哥。享受钢铁的滋味吗？冰刀挡不了，游快升二级。刀尖之上，就我也打个相位，走位扭个相，我也扭不掉。大眼这英雄还是挺抽象的，看一下他玩多少把。哇，老大眼，胜场都1300，加上输的2000多场，应该是。全血，这都懂啊！赢老，他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哎，跑车漏了，完美。他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蓝刀 WQ 技能拉刀啊，扔 W 空中学二级，一级蓝二级伤害。先推进去，要不要再来一波？他再点燃不够，也没必要来，因为我现在的钱吃完应该是650，650也买不了别人，都是一把长剑，撤。我从不妥协。熟练度有点高，他熟练度肯定高，妈2000多场，这2000多场要是没点熟练度，那。那就不是绝活哥了，变成绝症哥了。速战速决吧，没事。有点实力就行。要是太容易被击破，还没意思。真是可怜。nice 啊 ，3D 游戏兄弟，我看着他闪现躲过去，好像躲掉了，但还是中了。AQA 突发相位走位 W 扭下一个平 A 挂伤，不狼让他低套，低套消耗。等相位，等下一套。只有傻瓜。打跨个锤，哎，打野一身子，眼里只有下路。中单要跟他配合，他都不配啊。这波艾克他没闪的，一技能也用了，回头打他加上我应该是能杀的。要妨碍我，弱了是吧？该呀、啊，这不回头去杀那个艾克，我们再多打少抓下路，稳的呀。你的英雄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Hello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操！我以为他是双行嘛。这不他是双行嘛，他就死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保留，保留，先不用。艾克现在4级，还得刷很多组才6级。上野区应该能抓到，除非他这波在下路还在蹲，我就抓不到他。
是不是被看到了？管他呢。Hello， 这里不在。那顺路抓上吧。带着小心长 W 去骂 A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抓上路，不是说我专门去抓他的，而是我顺路，我找打野。好吧 ，F 6找到没有？石甲虫没有，那上路正好能抓，那抓一下。我们难道和抓人，说实话，都是未知数，就没有确定的目标。但抓的最多就是打野，我们抓上抓下都得去看看打野，有打野杀打野，没打野杀其他人。哎，交给你了，半血这边能抓死吗？这波他没闪，下波可以等我大招可以杀。这波放个线眼，为什么放线眼？因为我回家我要换扫，这眼不会用白不用。这个针也是个伏笔，这针眼我看能不能排掉。他们活不长了。Shut down。哎，买的？逆天了，我操！行吧，不亏不亏，我人头就300，打了他个750的，他没带那个14分钟的，而且他也没助攻，没道理现在可以用的。那他有这个只能说是买的，这300换750算了。他没有中亚，他确实死了，但我死了之后也就只有300，他这不亏了750。我的个亲娘啊，兄弟们！妈什么人，这直接裸了个中亚呀，无处可藏，干嘛呢？没闪没闪没闪没中亚，我操，太好大胆，兄弟们好勇敢。走于刀尖之上，750说用就用，这在我们8分钟那个时间段，妈750价值有多大？只有傻瓜才会现身。一直按 TAB， 我刚才没看呢，我刚才不是没按，所以没不知道吗？伏笔来了吗？那不就？还得多看啊！毫无意义。这不来他买了个这个玩意儿，咱都不知道。这波大眼应该去下了，我应该能在这个位置找到他。Hello， 躲一下进去，等他 A 一下。操！电魔系啊！不平 K 用 W 收割是吧？那玩不过你哥。我在等他平 A，A 完之后我 A， 他这直接拉个 W。
这符文是独创还是主流？太久没玩了。这一套符文是根据阵容来，也不是主流，什么阵容就带什么符文。法师的话很怕我们这种相位，因为我们移速很快，他跑不了。一是跑不了，第二是很难中技能。我们可以拉扯他。游走于道之上。Enemy has been slain.A W 突发相位，走位扭一下他技能，一个平 A 看到没有？往后退，然后点燃结束，等着点燃结束，我们往下走，视野消失一瞬间，再往后退，加速扭一下，轮翻 W 闪 Q R E 拜拜。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，这波他没闪，下一波我们就利用相位猛冲，突脸靠近，下一波直接死。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670324，两个 W 正好，那不用平 A 了，你的愚忠对我，对吧？那我们刚才这一波，第一波是用闪现杀他的，下一波就令我们的符文相位猛冲去杀，你看好。对啊，咱们打的是排位，我现在打的也是排位，你看很。是不是很少看中单？不管两边的打野怎么样，这边的打野还是对面打野，都很少看中路。上野双排，以前上野双排的肌肉他就会一直抓上，中野双排他就会一直抓中，打那根据版本来的，他就会一直抓下路。所以你打排位，你就一注就带一些能打对线的符文就好，对线舒服了，自然就好了。那有一些对局中路根本都不看的，正常的排位里并不像峡谷之巅王者、韩服王者一样，阵容哪里需要抓就去哪里。还好。哎，我想到，那这波我得回家补个状态再来。无处可藏。我们好像是在打中单机游戏，我跟对面的中单。干嘛换路了吗？这么快？完了！哎，那就都别补了。哎呦，我怕他抢五炮车。只有傻瓜都没补到，也太尬了。看好，我直接突破他。大刀加速，被控了不要紧，还是追得上。纯拉扯，看到没有？正常，我们这波没有这个加速，我被他控到，绝对追不上了。我们就硬追。更何况你如果触发这个加速，你躲掉了，他更跑不了。你中了，你也能追得上。我打起来700码移速，他怎么跑啊？这就好比，对吧？他骑个单车，主播直接开一个法拉利啊，再开一个机动车，他没办法比的。妈控到了都跑不了，你想想，如果你躲掉了怎么玩啊？啊，小自行车。哥 ，stop， 打不过，救！从不妥协。哎呀，我留住了。哥，他在追我，哎，他在装，哎，哎，我没打。